开心啊，骄傲啊，有那么多人喜欢他。你为什么最棒？我很荣幸能够来看周周第一场演唱会，然后我觉得我以后会陪他走更远的路。我觉得周周应该为了这次演唱会准备了很久，我们也很激动，会一直陪周周走下去。谢谢周周，我们爱你。周周从第一场到那个最近的那一场，进步真的非常大，尤其他英文歌的那个进步真的是超级大。从第一场北京场开始就一直跟着你，然后到了最后一场，这一路走来知道你经历了很多，然后你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。其实我很多时候啊，我自己也在想，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这么喜欢我，真的是凭几句在机场的闲聊，还是说在微博上的互动？肯定不是，即使试了也不会长久。我觉得我应该带给你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，一种向上的力量，这才是偶像。视频那边能出来俩人给白个提字器吗？心里有点害怕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在那个上海大舞台，我在上海大舞台第一次彩排的时候。我彩排的时候状态不太好，然后好多歌好几句话我都唱跑调了，有的唱跑调了，有的唱破音了。当时因为嗓子感觉没打开，然后彩排下来感觉就特别特别不好。我刚才遇到的错误，遇到了人生的错误，我现在伤心到变形，我觉得伤心到变形了。刚才排练唱跑调，上来唱跑调，还唱跑调，跳舞也比跳跑调多。今天就上来各种鱼，各种东西，各种。哎呀，我们是今天上来这个刷刷刷太紧张了，没有放开。等会儿要连排，我一定拿得出我的命。唱歌呀，怎么跑调呢？精益求精嘛，这个东西必须得做好。多去尝试一点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也能就是让大家看看就是不一样的我嘛。他们一直说周周敲个鼓吧，敲个鼓吧。啊，然后我说，那既然你们那么想看我敲鼓，那我就敲吧。我觉得看到他们能这么开心，能这么为我就觉得高兴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荣幸的。B-box 其实是我也是高中时候那时候玩音乐的时候接触的风格，然后音乐的小技巧，自己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展示给大家看吧。
吃饭，好好读书，阿婆为你骄傲。真的是非常，这种感觉无法形容，我都已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我爸妈跟我说，我外婆可能身体吃不消，然后就没有办法来看演唱会。我觉得挺可惜的，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来看我演唱会啊，我到上海来开了，你到上海来看，让他知道，伊拉来外省。平常想到底在做啥啊？做的好不好？我想让他感到自豪。真的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，这些无论是坚持也好，对别人的关怀也好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外婆。哎，阿婆，你们骗我！阿婆，我唱的还可以吧？我唱的好吗？然后他看了我，看完我演唱会之后，就我能感受到他是发自内心的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你还能做事情。”独自走在路上。看着天上月亮，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。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，却后感伤远了又望，淡淡的微凉。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，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。